见奇谈特别版花絮，限量放送。那我们搞下去。胸带掉了，胸带掉了，放车了，飘在飞机上。走吧，我不能离开这样的城。你要是再不走，就不能留着姓了。进来。开了！你看看。小孩子啊，这娃太多了。他哪的？谁知道？六一二三收，不要夹了。限量放送。限量放送啊！我放人生呢，可是行走江湖，杀人放火。快一点啊！我放人生。啊，一块铁楼。变出人来了，他都看你。好，慢慢站起来。杀的人是你，杀的人是你，杀的人是你。一二三，啊！那个刚才那是个熊啊！限量放送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限量放送。谢谢。哎呦，挺棒的，挺棒的。受不了。不错，坐回天路上。限量放送。你怎么又说这个？不会有事。妈，你接过来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你回家过后自己问父亲，你现在说啥主意？你跟老公说的吧。
放纵，处理，我们再想办法吧。没得选择。你怎么上我就上了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上好，上好。三二，开始。你们快点想办法。你怎么突然跳了一下？你可以激光，应该就是在摆动之手，器官里，器官里。限量放送。少功能。中间还有一个大白兔子。对，是有你的。我也不知道。限量放送，有请。呀呀！我不能再实验了。你这么快干嘛？他要讲呢，吃个包。什么？限量放送。头发，为什么就连薪水都不认识？你的肺腑积食，就算你不喂情血，怎么情血啊？你有没有喂孩子？哎呀，你没喂情血，我这怎么了？